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萌叔。接下来我们就做角色的转面。我们之前在绘制这个角色的时候，脸部的这两个点我们是跟耳朵对齐的，那我们在转面的时候呢，也尽量的去保持这两个点和耳朵的对齐，这样防止转面的时候出现一些不必要的 bug。
那做另外一侧转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复制左侧的转面。那层绑定的部分呢，我们可以直接做图层的一个翻转。另外左右两侧的眼睛和耳朵，那我们需要做它的位移的一个交换，就是左侧的眼睛它的移动数据我们复制到右侧，那右侧的就复制到左侧，我们再做一个 X 轴的一个反转。脸部的骨骼我们现在把它打上不同的颜色，那下面通道里就会显示不同的颜色的数据，那我们复制其中一个颜色，选择另外一个颜色的骨骼我们粘贴，然后在坐标上也做一个对称。
现在我们头部四个方向的转动就已经做好了。那如果需要再修改脸部形状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用点骨骼去修改。另外呢，也可以再添加一个智能骨骼去做转面的一个补充。上身和下身我现在是分开做了转面。
这里图层排序的话需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图层排序呢，我们在某一个智能骨骼左右转面已经添加了的话，那我们另外一套左右转面再去排序，这个排序就会失效。所以腿我们现在把下面一层的腿添加一个参考图层，这个参考图层在零帧的时候我们给它隐藏掉，然后在转面里面我们再把它打开显示，这样也可以实现一个层级的排序。现在我们这个角色的转面就已经完成了。